我有个事儿想跟你商量一下，你说。我想考大学，怎么办？我到底该怎么办？所有的应聘单位都要求大学文凭，可是我没有啊，这到底让我怎么找工作啊？姑娘，姑娘，等一下，姑娘，我看你刚才一直在递简历。是要找工作吗？哦，我要找工作，请问你们公司招人吗？哦，我们不是公司，是我们家要找保姆。保姆？要不你考虑考虑，咱们相互留个电话。明天能开始上班吗？只要你愿意，随时都可以。好。耗子，吃饭了。来了。这么丰盛呢？你刚出去买的？真好。耗子，我有个事儿想跟你商量一下。你说。我想了很久了，我觉得自己融入不了上海，我觉得自己跟你们不一样，就是因为我没有上过大学，所以我想学习，我想考大学。你怎么突然想考大学啊？你是想读什么书吗？我可以买给你啊。不不不，我的意思是，我想跟你们一样，要一个文凭。那好吧，那我回头给你问问。学费的事儿，我自己会凑的，还有这个房子，我也想跟你一起分担房租。静静，你现在是我的女朋友，你的我的没有必要分得那么清楚。你想做什么？我会尽全力的支持你的。啊，来吃饭吧。耗子，我是认真的。淑女礼仪班我就不去上了，这样能省下来一些钱。另外加上我的工资，前期上学应该没什么问题吧？好多的青春，莫名的扎了根，总会起风。梦想在心中翻滚，推开那一道门，够逃离舒适去痛苦的人，别担心地久天长，倾斜了我们，它只会这一招。